OK， 今天收到了我这个第二张 EP 的实体专的打样版，先给大家看看啊，这里边大概都有些什么：正面、反面、侧面、侧面。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由此可见，这个由此可见，里面一共这些东西，对，都会有的。然后呢，这个就是里边的布卡，对。然后这个就是歌词本，里面有我的第二张 EP 的照片。也给你们看一看吧。对呀，歌词。好，这是一个歌词本写真书。你们会看到这个最后面，就是封面的背面有一个二维码，扫开这个有惊喜。嘿，这小卡呢一共有8张，看我这次抽到的这些2张。然后就是一张海报，平平无奇的一张很帅的海报。好，然后这个是手账的一版，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贴各种各样的贴纸，想怎么弄都可以。然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手账设计大赛，大家可以积极参与。然后这是一个明信片。这个是我自己画的一些纹身贴，对，因为我音乐节上很喜欢用纹身贴，所以我就自己画了一张。然后你们如果后面来看我的音乐节或者巡演或者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贴，对，都是我画的。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些贴纸，对，都是跟第二张 EP 有关的一些元素。然后这个的话可以贴在这个手账底板上，对。然后就是它。最重要的外来就是他才能听歌。给你们先打开一下。嘿嘿嘿，不开。这个是手账胶带，然后这个上面的东西也是都是我画的，也是可以用在那个手账底板上，看大家怎么使用，如何设计，如何粘贴。这些东西就是这个里面所有的了，大家就可以尽情使用，尽情的去创作吧，做一个会创作的小孩。Yes， 这就是我的第二张 EP 的实体专。拜拜。